我回北京干嘛去呀、啊？船票都给你买好了。哪儿的事儿去了？这不叫题目，这叫题目，拿人开涮的。太上瘾了，咱来回来回答非所问行不行？怎么又答非所问了？我问你的问题，哎，你跟我那问题要不挨着，我答上来算你聪明。我还是没太明白，行不行？啊，就是比方说啊，我问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，输了。我不吃，输了。我下会儿输了，不是我只要跟吃招边就都输了。行，来吧，好不好？嗯，一问也不多，咱就这么五句话，没问题。来，开始，开始了。还有这个吗？谁呀？你要喜欢那可永久保留。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要说装傻只是瞬间，这真二是永恒啊。它能促进我的大脑思维。开始啊。你多大了？你屁股真大。干什么来了？我怀孕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别捣乱！你这玩意儿，他们就捣乱几句了？三句了。怎么了？赶紧问呢！输了吧？没有啊！我问你几句了？三句了。挨上了吗？挨上了吗？哦，挨上了，挨上就算输了。对了，那就我这没注意。你要注意呢。注意就错不了。再来一回。来啊！你多大了？你屁股真大。干什么来了？我又怀孕了。几句了？怀孕了。你看，错了吧？没有，我还真没超过五句啊。不是，您这属于绕到人，知道吗？这考你的智力呀、啊，小表辈儿。小表辈是个什么东西？您有能耐，您得说题目。出个题目。出题目。这么着啊，给你出个题目。出什么题目？动物。动物。动物园的题目。哦哦，好好，我听听。听那个啊，嗯，说啊，动物园里的动物喝多了，谁最难受？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猴喝多了，它脸就红，对吧？但是猴屁股也是红的。所以他喝多了，他就分不清楚哪个是脸，哪个是他屁股了，所以他就难受了。自己这拿个镜子，对呀、啊，那猴疯了，这所以猴疯了吧？这不他说的吗？猴一喝多了，屁股一红，脸一红，谁说的呀？疯了，谁说的呀？最难受是猴，不对，不是猴，当然不是了。那我想不出来了。告诉你，就了，啊，说动物园的动物喝多了，谁最难受？谁呀？长颈鹿。为什么是长颈鹿啊？哎，你看这长颈鹿它脖子长吧，啊，怎么了？喝多了得怎么办啊？吐啊。对了，长颈鹿脖子长啊，它吐特别长，到一半压力够回去但是它喝多了还得使劲回去了，再努努力回去了。你比长颈鹿还难受呢、啊。这脖子长啊，压力大呀，这地球引力也大呀，脖子那么长，到一半回来了，吐不出来，所以最难受的是长颈鹿。然后长颈鹿就哎呦，那个耗子没有它，就您这题目啊，听我这个，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？长颈鹿。为什么呀？长颈鹿因为它喝多了，你先等会儿出不来，感冒了。对了，感冒了怎么喝多了？喝多它得吐、感冒了能吐吗？那怀孕了才吐呢。感冒对，长颈鹿感冒了之后怀孕了，你这不符合逻辑呀、那吐不出来一半回去了。不对，肠胃感冒，肠胃感冒也没有啊。那你说，我告诉你，记住了。说动物园动物感冒了谁最难受？谁？大象。为什么呀？大象鼻子长啊，感冒了它得怎么着啊？擤鼻涕呀、啊、哎呀，所以它就想擤鼻，它就这时候外界的这个海洋暖流往回一吹，不行，我还得擤出去，要不然我难受，我这个鼻子都囔囔的难受啊，然后
公往回一转，大象最难受 ，elephant， you know？ 你咽了吧，听我的。要不你也咽了吧？哎呀，太恶心了！什么叫恶心？你这个别的还有啊？哎，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？他生气，爱生气，一生气，鼻孔就大，完就吐出来了，啊，东西回去了，然后鼻涕回去了。鼻涕不记不用不用回来，攒多了一蹭蹭就去，上一边去，唰唰，变变，累了累了，不是你还打这去了，累了，不对，那不是吗？告诉你啊，记住了啊，说猩猩的鼻孔为什么特别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它的手指特别粗。太恶心了，您这太不合理了，不是您要您这样那大象还能难受得了吗？猩猩直接给它挖去不就完了吗？他们俩关在两个笼子里，他那鼻子可以伸过去，不是中间还隔一个长颈鹿呢，那就是把他们没想太恶心了，不是您这都叫题目吗？这个这叫题目啊！啊，您这最起码得是有问有答合理的这个呀。好啊，好，再来一个啊！还有什么呀？给你听这个，嗯，听这个啊，说台风天气，嗯，带多少钱才能出门？一分。那么抠吗？不是抠，我本来想一分钱都不带的。怎么着？台风你带多少钱不都得刮跑了吗？一分不对，减少了。对，涨点，一分四。你看我那四，你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边上写一点四。不对，不对，五毛。啊，对，九块二。都超不过十块钱是吗？我一个月早点钱九块二，一天吃一根面条。有时候还分早中晚，哎，我吃不下去。嗯，没有，我有猩猩帮着我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啊，都不对，那不对啊，太少了。那您说多少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，台风天气啊，嗯，最少的四千万才能出门。干嘛这么多呀？老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台风天气每四千万不要出门。每四千万，没事千万呐！哦，每四千万不要匆忙，你这叫什么题目？四千万，说了那么一大堆，最后是这个。你先，你听我这个，好啊，听我这个啊，好，我听听。我这简单，天降大雨，打一歌手的名字，打死了。什么叫打死了？砸死了，有点雨点太大，没有，没气淹死了。哪个歌手名字叫淹死嘞？那没审题呀，歌手的名字不知道，不知道了，对，记住了。什么？天降大雨打一歌手的名字，谁呀？林忆莲。为什么林忆莲？你走着一大雨呀，林忆莲，林忆莲呀，好大的雨呀，哎，没有带伞怎么办呢？林忆莲，林忆莲，你跟我那个没四千万不要出门啊，所以离一年了就没四千万不要出门了。咱俩是不是一个题目啊，老师？对，是啊，就您这玩意儿还能说呢？还你还真有点能耐。那可不嘛，还真有点能耐，多新鲜呐。哎，再给你猜一个吗？你还有啊？我想想，嗯，我想想还有什么题目。哎，给你来个连环题。连环题，连环题啊，说，哎，快问快答啊。嗯，说穿什么裤子显年轻？鲜艳的裤子。错。嗯，纸尿裤。纸尿。什么电影的名字让你马上想看？复仇者联盟。错。儿童不宜。吃黄豆为什么打嗝？吃的多了。错。屁迷路了。我实在逮不着他了。什么植物最老实？松树。错。那是芭蕉。为什么？老实芭蕉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好题目。啊，什么叫好题目？您这都没故事没逻辑没环节的这个。哎哎哎，
你说啊，你说那个我生什么呀？孔雀跟鹦鹉谁最适合当服务员？这我说上来，鹦鹉，因为它能说会道。错。嗯，孔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孔雀会开瓶儿。我的智商彻底被你颠覆了。好好好，咱们就来这个是吧？来来来，你听我这个啊，啊，有故事性的，好啊，一定要注意细节。好啊，说这个我们小区啊，有这么一大傻子。你不用猜，答案出来了。谁说的呀？你。我没有他傻。行，你猜老二。那小区就俩人是怎么着？我们小区有一大傻子，但是他不是那个那种意义的大傻子。他是小时候发烧，这个体温比较高，治疗不及时，脑子烧糊涂了，完头发都烧没了。对，你管着吗？好好听着，有细节的啊。他呢，这个病啊，到后来是越来越发作了，因为控制不了了。但是呢，他平时说话呀，就说这么一个没有。说你吃饭了吗？没有。你这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你爸你妈回来了吗？没有。这也可以理解。说几点了？没有。说现在天气怎么样啊？没有。这你听过吗？听过。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封神榜》，表演者烧饼曹鹤阳。给您换一场，特别荣幸啊，啊，又一次来到舞台上啊。刚才是曹老师的高徒啊，刘晓彤 啊，站在外边这个叫安萧峰，对啊，我师父新收的一个徒爹啊，徒爹像话吗？啊，徒弟，刚才教的多好啊啊，名师出高徒，哎呦，别捧了，可别捧，真是都是自己领悟，是吗？对，您说相声呢？我说相声也是自我学习，加上师父的提点。确实捧哏里边数一数一，哎，嗯，没有那二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在我心目当中您就是最好的捧哏演员。哎呦，你可太捧我了，我真的啊，你就德云社后台这一堆，除了于谦老师之外，在我心目当中他们连个屁都不算。别这么说，是不是有点不礼貌？没没没没没，哦，他们连个屁都不算，算。那我呢？算个屁。不是，你到底是捧我呀，还是骂我？确实好，在我心目当中你算。你确定你不是想跟我借钱？真好，你想，各位要不好，我跟他在一块儿合作搭档18年啊，是不少年头的，都是多少那个演员呀，说着说着就散了。啊，走着走着还能散了呢？咦，走着走着丢了，说着说着散。你看咱们哥俩啊，在德云社。啊嗯，咱也别夸张的说吧，啊，你说一说我听听，大言不惭的说，嗯嗯，除了郭德纲于谦两位老师之外，嗯，咱们哥俩算合作年头最多的，对，年头比较长。不光说台上关系好啊，私交怎么样？私交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对吧？除了借钱什么都行，年底了轻易不往外借钱啊。我就怕你夸我有什么目的，现在我不是咱哥俩，你要跟我借钱，我借不借？借，借没借？借，你还没还呢？没还呢，所以你别跟我借，那我就要。各位讲理不讲理啊？他欠着我钱，还怕我跟他借钱？你别跟我借钱就行，因为你这么捧我，我觉得你是不是不想还呀、啊？我觉得你有目的，我觉得没目，我啊盼着您好哦。搭档之间就是这样啊，是跟交朋友是一样的啊，都得盼着对方比自个儿过得还好啊。这话倒是对，但凡 啊，要是觉得您哪儿过得不好，在我眼里边揉不了沙子。你那个小眼睛也进不去沙子，您总我要进去一个沙子，在我这眼里就跟有一刀片似的。你对对对，那是这个意思啊。我说说，我怕您过得比我好。哎呦，我这么多年，邵老师都没这么掏心窝子的。这不来石家庄了吗？啊，那然后呢？惦记跟您说点家乡话吗？您是本地人？不是啊，那不是你跑这儿掏心窝子来。
那这在北京他们听完之后他们吃心。哦，他们往心里去。对呀，这来这儿演员多少啊。行，这份诚意我是感受到了。除了您徒弟，剩下这边这帮演员够不上高层。哦，够不上高，你不像咱们是吧，德云社这么多年了，咱算高层，咱算中层干部。对，他算五队的队长嘛，队长级都算中层干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。说实话，有些事儿吧，像这普通演员来说吧，确实就是消息知道的少。但是你说作为搭档吧，有些事儿我们知道了吧，我眼睛里边我盼着你好，真的，曹老师，盼着我好，真的，我盼着你好，我不能眼睛里边我揉不了沙子呀。你都快瞎了，现在啊，不是有事儿你就说呢？看来是最近咱们单位要调整啊，还是什么？有什么内幕消息分享分享，我听听。你也得了风了？得了什么风？我没有啊，我就演出工作，我没什么风啊，我。没人跟你说？说什么？不是你德云社这么多年，你一个朋友没叫下来？我人缘挺好的，都是我朋友啊，关系都挺好的。你认识队长也挺多的吧？各队队长我关系处的都挺好的，没一个告诉您的。什么？各位您看着没有？交朋友还得交我这样。啊，咱是咱俩这交情跟他们，哎，你说有没有法比？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我怎么说呀？这是就说你能不能替我去死？不能。哎呀，做个比，我不能让你死，你还欠我钱呢。能行吗？对不对呀？啊，那不是什么事都没说，今儿就我告诉你。啊，你说说我听。今儿就聊，因为你跟我有关系，都知道我这人啊，我这人啊，德云社有一个算一个，这些演员有什么自个儿的秘密从来不跟外人说，但是愿意跟我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冷脸儿。对，我嘴严。对，他老冷着脸，感觉像那什么的，所以绷着什么都不说。对啊，我嘴严。你多少那个八卦的那个小报记者，这两天哥发现问我，我不爱说，要我说完巴巴那热搜全是咱德云社事儿。那你嘴得多欠呀你。所以说我没说呀。是他资历老，他知道的内部消息会很多，而且都是真实消息。对呀。不是，那不是你得着什么信儿了？咱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咱们单位啊马上快封箱了，对不对？年底了。对呀，咱专场这都最后一个演完，对吧？结束了啊。明年你还打算开箱吗？怎么我要开除啊？是怎么着？我不是，就说那意思，我怕你啊坚持不到开箱，你听完之后心里边难过，容易猝死。我心脑血管还行，我不是带速效了是吧？不是什么事，你别老吓唬人。这儿离医院近吗？离医院。那行，那死得快。我晚上我就住医院了，你就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就咱单位吧，其实前段时间背着演员了，搞了一个内部评比。评比凭什么？年终奖我发了。不是，跟那没关系，那是明年的。凭什么呀？凭几级演员？咱不是，咱又不用正规评，咱们单位内部对明年啊大家伙的一个薪资待遇、福利待遇，按这个几级来定。哦嗨，那咱这个肯定人家公司就正常评，咱也不会亏待咱们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我无所谓这东西。你无所谓是吧？咱都各队的底下，咱肯定起码我们不是队长，但是起码我们也是个老演员了，咱资历不会差呀。好。人就是活一心态，对，心态好，没就得像他这样的，你能活到死，真的。你废话，谁不活到死？就像他这人，出门让狗给撵死啊！我跟你说，没事啊。不是你这话，我看话里有话。没事，你要有这心态，真没问题。不是你没问题，等会儿你最起码能活到十五。我今年都36了，我了。不是活的什么？没有，我说活到10:15、11:15。现在是9:21，你抓紧活。你先等会儿。不是你到底干嘛？咱别这么冷嘲热讽的，咱说这个话。我觉得你心态好，我夸你。那你就我心态确实好，我这么多年就仗一心态好。你就不想知道你几级吗？能评几级啊？一级、二级的。那你没戏啊！那你没戏，你想多了。不是行，那我问问，是一级演员几个呀？俩。谁？郭德纲、于谦？不是于谦，于谦。完全是为了包袱。
完全这个自打有的演员说过于腔之后，大家都得说于腔啊，那就是我说的啊。行啊，那么这个于腔老师跟郭老师为什么是一级呢？那人家有代表作呀，单位内部评比不看社会名气，行好行，完全看这个业务水平。行了行了行，一听他这个话就知道这是官面的话。那为什么这郭于二位老师那肯定是一级跑不了的，这店儿都是人家的，可不嘛，人一级没毛病啊，你都不用说什么代表作。不用说知名度，你往二级上听，人家是按这个标准啊。对，二级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二级有谁？岳云鹏，岳云鹏二级。那怎么了？啊，人有代表作呀，啊、也没毛病。行，代表作有什么？经常的登陆春晚不算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春晚对不对？啊，变烧鸡代表作，去年那是去年的事儿了，对不对？人别的呀，什么唱歌人有吧？五环的那算不算个正经？啊，知名度算大的，不算个那个单曲。啊、对吧？算节目上的一个，算个歌，算知名度大的啊。那个前段时间出那个《西楼儿女》啊，也是他唱的，对啊。年轻的朋友，你要听啊？对对对，算吧，啊、挺火吧？啊，火啊，歌太多了啊，对吧？啊，影视上面，影视对吧？嗯，去年演那个啊《满江红》啊，对对对，《满江红》。再往前倒，燕子，燕子。行行，你提这个嘛？哎，你别，这叫共识。哦，一提大家都知道。哎，对了，就是代表作。一乐说明您都了解。哟，那岳老师这么一说厉害，影视歌春四级发展。春是什么呀？春晚啊。春晚算相声，影视歌烧，烧那总不能影视歌鸡不能这么说吧？不烧鸡吗？不是。相声啊，影视歌相。综艺呢？啊，综哦哦，对，综艺、影视歌综，反正啊，就好几期都有代表作，哦，对吧？一提人都知道，这就算，那就二级就二级了。还有谁？郭麒麟，郭麒麟凭什么二级啊？郭麒麟有代表作呀？什么呀？他父亲，哎，啊，那不得是他是他父亲的代表作吗？哎，他父亲现在有两个代表作了，少说哪个？行，人家确实有代表作。但是刚才那是玩笑，什么代表作也很多呀，赘婿啊，赘婿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啊，庆余年有吧？有有有，平凡之路，平凡之路，对，哎，边境杀手，这、啊、二手杰作，哎，这不都一说都知道吗？啊、这么一说是人有代表作，没毛病吧？啊，二级还有谁？没毛病吧？没毛病，二级还谁？就俩嘛。郭瑜一级啊，岳云鹏、郭麒麟二级，没毛病啊。你就俩人二级，那好家伙，都二级，德云社黄了，好家伙，发工资赔死。不是这什么评判标准哦，他就他俩人二级代表作，别人说得出来不？啊，说得出来。谁呀、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说他俩都说得出来。对，别人代表作你说出来我听听。啊，那倒没什么了。哦，秦霄贤，秦霄贤是综艺的这方面他比较强。先说本职工作，本职工作。哦，哎、那这剩下的呢？你，张云雷，人家唱歌确实好啊，代表作我们就是不像相声，像岳老师跟这郭麒麟两人传唱度那么高的哦，人有确实有人在歌曲啊，服了二级服。先说你几级？我不行，我不行啊，我们算孤堆儿。您先给我解释解释这个词儿，什么叫孤堆儿？就这一堆都算。就孤堆儿，东北话有点这一堆都是有点方言，有点方言，不好意思，有点方言。等会儿听清啊，这一堆都是三级，过了半天三级演员，内部啊，内部完全内部啊，德云社内部评三级，完全内部孤堆儿，孤堆儿。那三级演员都谁呀、啊？就是我们这些队长们，还有新招的这些龙字科，其实也不怎么露脸，说实话。哦，就不这会儿就不管了，像什么小秦啊、小梦啊这些，哎，对，这都算，全都算一堆的啊、哎，都是三级。还有新招来龙字科这帮，龙字科也三级。行，那咱都三级的，别，是我们、啊、都三级。那我呢？四级。有几个四级啊？哎，就一个。人啊，活的就是个心态。没事啊，哎，还不到10:15啊，没事，他住了。他说这离医院很近啊，没问题。现场各位观众有带速效的是吧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先不用，这不用争一道，我心态还挺好。不对，不是，凭什么呀？咱先问问，凭什么？我一直觉得我工作表现良好，我挺好，我怎么会四级呢？人家不考虑工作表现。那后台那个演员偷吃大家伙鸡蛋那个演员，人也在三级里。不是我没得罪谁，我怎么我跟领导关系处乱穿人家那个圆口布鞋，偷人圆口布鞋那演员也算三级。
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呀。啊，后台宿舍里边穿人家袜子、裤衩那裤拿错那都算三级，跟私下人性没关系，完全考虑台上。台上也是啊，这我跟师傅关系挺好的。你跟远不攀关系啊？废话，他是老板，那他肯定评级他说了算呀。栾平还三级呢，他还爱徒呢，管什么用啊？那我怎么就四级了呢？你可能叫老四吧，可能就四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我这辈子老得四级是不是？反正我觉得你呀、啊，你自己琢磨琢磨。我觉着你呢，现在就差一个代表作。我有代表作，我就能直接冲上三级或者二级。有代表作就二级，那必然的。你这不，你等会儿你说这都没有用，谁都知道代表作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。哎，你得演完或者发行之后，是观众都认可。哎，曹老师，别人不想着您，我得想着您。您混到现在这般田地，有我一半的责任，有你全部的责任。你一个逗哏的，你都没有代表作，你想着我，你能让我有代表作？所以嘛，我有权，我对你得负全责。不用你负全责，就好比我追你尾一样，追我尾都给你干骨裂了，我得给你对负全责。你说那个都没有用，现在就我为什么是四级，这我就不明白。因为咱们没有代表作，是你们都三级，就我一个人四级。你没有代表作，现在别人不想着你，我得想着你。行，那你说说你怎么想着我？我煞费苦心，各位，我给你写了一个代表作。你写的什么代表？相声？我要能写相声代表作，我早演了。我何至于等到今天？那你能写出什么来呀？剧本啊，咱直接大荧幕电影，对，剧目，四 D 剧目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的脸跟蛤蟆似的，你先歇会儿吧。怎么了？你连初二都没念完，你告诉我你写了一个电影的剧本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您这文化水平，您写的不行吗？行，倒不拦着，各大平台都审来着，剧本成型还有平台审，当然得有人收啊。哦，那什么评价呀？各大平台，优酷优酷优酷，对不对？审来着呀。这今天优酷录像，谢谢。那优酷怎么说的呀？人优酷说我这本子啊，拿到手里边，SS 加级 ，SS 加。对，那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值得投资的黄金的好项目。对了，最少十个亿起步。你写这么一个玩意儿，十个亿起步？什么叫玩意儿？剧本？人家主编人还夸我来着，说什么呀？哎呦，拿着剧本拜读完了之后，哎呦，久久沉思啊，合上之后，哎呦啊，朱先生啊，朱先生，您这个剧本啊啊，写的非常的龙飞凤舞，龙飞凤舞啊，就看不清呗，就是。那字儿龙飞凤舞，就是内容，内容啊、哦，内容，哎，龙飞凤舞，龙飞凤舞，哎，丝丝入扣，啊，丝丝入扣，巧夺心弦，啊，巧夺心弦，您等会儿，您稍等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它应该是还有一个四个字成语，哦，我没记住，就这问啊，也保不齐十年磨一剑嘛。人家保不齐有没有文化放一边，有没有水平放一边，保不齐人能磨出一个好剧本来。行行行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代表作让我演，你演男一，我还演男一，绝对必须主要角色。这么说还挺义气的，必须我搭档吗？我掌勺刺不了，一会儿给我吵了。我说行好，那你这样，你分享分享，我先听听你这戏。咱们这戏啊是一个古偶剧。你看咱这词儿，我这模样演得了古偶吗？哎呦，假发套一崩啊，那个妆造一上啊，哎呦，绝对的，不会大家都看完就呕了吧？不会吧？这话说的啊，绝对德云社张百乔，你就是你。那个是谁呀？我都不认识。好，你甭管是谁，反正观众有肯定有认识。行，那你说这剧本，我有点期待了，现在。北京天王，你就是德云社小傲，行不行？你甭说那个，太棒了！我听，真的，我听你呀、啊。我这个名字也是，啊、咱不是说凭空捏造、啊，咱是有历史题材的哦，就是有出处的。哎啊，我听一听，我听一听。我们这叫啊《封神》，
封神，哎，之朝歌风云。我呢，陆续打算呢，打到封神三部曲。你等会儿我捋一下，你的这个剧本的名就叫《封神之朝歌风云》。对，对，我能这个票房呢，我预计一下，应该在26亿多，嗯，26亿多，差不多26亿3吧。啊，那什么，我能豆瓣评分9.4，你是不是刚查的呀？不能，我预测呀、啊。我能肆意的猜测一下您剧情的走向吗？您狂妄的想象吧。就对自己的作品你猜不着，就是你的这个剧本一上来是不是千军万马啊，攻城有、啊、冰天雪地的攻城啊，然后久攻不下，然后最后放大火，放完大火之后这个马一看见火都不敢跳，然后给马戴眼罩啊，是不是这个，然后那个纣王那叫什么，我这里边写了个经典台词啊，什么台词，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的。哦，这是你写出来的这个台词是吧？啊，写出来的台词。哦，然后就攻城，攻下来之后，然后后山打架啊，打架拉口子滴血，然后一滴血，血流下去，狐狸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什么叫狐狸？啊，那是祥瑞。这都是你剧本里写出来的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偷看我剧本来着？那你要这么说，好多人都偷看过这个剧本。都是看成型的剧本，都是我这个角色纣王这个角色、哦、我准备找费翔老师演。你好像不用找他演了啊，人家已经演完了。谁下手这么快啊？废话，这去年就都播完了。播完了啊？对呀、啊、什么时候？去年呀、啊、播完了啊。哎呦，气死我了，灯都灭了你啊。不是，人都完事儿了，这都什么时候完事儿？早就下映了。那下一步吧，下一步今年24年，我准备过了春节之后看看再找他写啊，再找他写是吧，人家第二部上映了然后你再抄，是这意思吧？这话说我不爱听啊。你废话，你这第一部我都能说出剧情来，那是你写的吗？你说的是那么事，拍摄手法还不一样呢。哦，拍摄手法不一样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就属于同一个剧本像改编似的。对呀、啊、它不一样，人家横屏咱竖屏。竖屏？对，那还是电影吗？电影，竖屏电影谁看过？短视频倒看了不少。啊，竖屏电影啊，竖屏的，竖屏电影。哦，没问题，竖屏巨幕电影，就是拿 iPad 看呗。说这话我不爱听啊，不爱听，嫌人家好，嫌我次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你这玩意儿，我就明显你这不是理解，你抄这盗版吗？这不是？什么叫盗？怎么？哎，不是。什么毛病？这是什么叫盗版？盗版吗？不是，借鉴。哦，借鉴人家那个。对了，弄这么一个玩意儿。对。哎呦呵，我跟费翔老师也没差到哪里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费翔老师有同款的胸肌。哦，你的意思，如果费老师不演，你能演这纣王的角？那怎么办啊？那怎么办啊？这么好的本子不演啊？你俩同款胸肌，那你就不觉得自己跟人费老师差点什么吗？要说真差吧，啊。可能也就那么一点点的差距。差哪儿啊？胡子。我觉得你们俩，我山羊虎、哎、他连鼻子。我觉得你们俩现在差一张脸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臭不要脸吗？你的意思哦？那你等会儿，那你怎么拍？你千军万马就按照人家那个拍，借鉴人家那个工程啊什么的，都借鉴。那谁花得起钱啊？不是，那人家这工程的戏你怎么拍啊？千军万马就剪人家那个戏里边那个，然后贴在我的片头，等到近景的时候再换上我，就一切剪人家电影的这一段移植过来，然后等到近景戏的时候再拍你。对，拿剪映一剪就行。剪映都说你这玩意儿是电影吗？是竖屏电影吗？哎呦，我竖屏电影嘛。等会儿你这玩意儿拍不拍咱放一边，这玩意儿能成为代表作吗？哎，到时候这就是封神之朝歌风云、啊、曹鹤阳代表作。我的简历下边就有这封神之，你等会儿吧。那人家真有喜欢我的观众，人一看我这代表作封神，人家为了我去看你，人从头看到尾他也没有我呀，人不就得找我这个戏了吗？这才叫引流呢。正版的看完了看这盗版的。什么叫盗版？竖屏电影。
哎呦，你太恬不知耻了，你！哎呦，树平曹老师啊，啊，你得把握住这个机会啊！哦，再错了主意，连这机会你都掏不上了。不是，那你定演员了吗？定了呀！啊，都谁呀？你呀？除了我以外呢？我呀，是你干的活，肯定你得演。那除了咱俩还有？没了。德云社这么多演员，哎，不能让他们抢了先呀！那罗云平那天差点就给我跪下了。就想演这个，对，他没跪下，要我也跪不下，差点就跪下了。不是你想，那你要光咱俩没意思。你看这郭老师、于老师邀请一下，你看谁？看他们看，咱人家都一级了，你才四级，你想不想当二级呀？想啊，得往上奔。二级奔不上，我先努力成为一个三级演员吧。我。先甭说几集演好了，没有小演员，啊，只有小角色。不是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吗？你甭管荧幕多大，你的心比荧幕得大，你得敢想。你看这玩意儿洗脑，你就行。那行，那我就陪你玩一回。你就说吧，咱什么时候拍？现在就拍。现在就拍。现在就拍。你不是你没建组呢？你得建组，哎，今天就建组了。那你就把工作人员都这都来了。哪儿呢？现场的各位朋友们，这都是工作人员，都是工作人员。你们家工作人员比演员还多啊？啊，好多电影不是都是工作人员比演员多吗？这比例也差太多，这么多人，然后就俩演员，不行吗？那都什么职务啊？各位就坐着就好了啊，就是各位就是摄像师，然后呢，您手里不有手机吗？啊，您到时候您就拍一下，走。就是这边的观众啊，主要抓曹和阳老师的特写，啊，然后那边的观众呢，负责抓我的特写，啊，哎，然后中间这排的观众呢，啊，负责收全景，后排的观众呢，哎，负责俯拍，然后俯拍的观众稍微累一点啊，您稍微跑着一点。你这组太省钱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的意思让大伙儿现场掏手机帮咱们拍？对，拍完之后等演出散场了都别走，大家传一下素材，是这意思吗？不要传啊，发到网上，发到抖音上面去，就写一个石家庄烧饼封神演义。哎，这样咱们3000多个人，是差不多2000来人吧，起码能顶上一个石家庄内部的热搜。你这玩意儿太水了，那你说你求人观众这么多人帮你拍啊，行试试，那你管饭吧你。这都9点了，都吃完饭来的。哎呀这个组太抠了。哎呀啊，就是您看我还没饱吗？你心里鬼算盘打得不怎么样啊你这。待会儿。临走的时候一人点一份外卖好不好？不是，那你的意思就是现场观众负责给咱拍？对，然后到时候你后期拿剪映，对，把人家的电影切过来，然后近景就贴成咱们。对，没毛病。哦，行吗？行别，不是这个问题倒都解决。那不对，那咱怎么拍啊？就现在就拍呗。不，别呀，大的桌子，你别的钱都省了，他服装呢，这不能穿大褂拍啊。不化道啊！啊，对，服化得有个。没事，这我早都想好了。啊，抖音上面啊，啊，找那个特效，到时候一贴就行。咱俩疯了？怎么了？就穿这人拍，然后拿特效贴着，往我这走道，盔甲跟着我飘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咱俩尽量别动，因为咱们这是竖屏电影，你一动那就出画了。不是，那你等会儿，那造型咱们也得稍微符合，哎，都有衣服特效、脑子特效、胡子都有。你不是你要演那个纣王的，你得有胡子。你特效胡子有，多瘆人！你一动，我那胡子跟着飘。你说这可以，竖屏电影什么都可以。太水了，没问题。正版的可以跟你玩玩，盗版的我真没有兴趣。过两天你拍的还不如今儿呢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哎呦，哎，那怎么着的？咱搭的桌子，搭桌子，这就开始了。哎，确实得开始了，要不然这个桌子往这一放呢，到时候抠绿的时候不好劈。你连抠人都想起来了。哎，对，需要两把凳子。你站住了，别走就行。我去哪儿？我搬，你别走。不，为什么呀？你不让我去，你是怕我跑了吧？
不是，关键是有一问题，你就说你拿凳子，咱从哪场戏开始拍啊？咱就第一场戏，第千军万马工程。对，对你工程都没有坐着的戏啊，咱要凳子干嘛？咱这就是马，这是马。对，咋骑啊？就这么骑啊？别，喂，站住！喂，我可不行，可不行，可不行啊！你这么着坐着不好屁，不好屁，跪上面，拿大褂挡上。然后呢？全方位无死角，随便劈。然后头里劈一个马头出来。哎，我倒挺竖屏电影的天才，真的。我往这一跪，身上给我特效劈个盔甲。对对对。然后脑袋上劈个帽子，头里劈个马头，我一晃悠，全身跟着抖，是这意思吧？尽量的，尽量的。哦，这就是马了，这就是。不是，那等会儿，那咱人物怎么分配啊？头一场人多着呢。这我有胸肌嘛？啊，你先练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行，然后呢？我演纣王，啊，你就来那个什么？对对对，殷寿，对对啊，殷寿啊，纣王。你呢？我来谁？就演第一个说话那个演员。第一个说话的有词，就是不是打那个冀州城吗？啊，对对，苏护。对啊，就第一个质子，苏全孝。对，就演这个城主的儿子，你得跪下给你爸爸求情。您先等会儿。这苏全孝不是死了吗？后来我就演这一场戏，我就完了。你先演，咱先把第一场戏的演员解决掉。哦，反正有特效可以 P， 是那意思吧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来这苏全孝，好不好？行，我倒没问题。咱因为咱俩的对话呢比较紧密，哦，挨着比较近，哦，我不能跟你说完话跟那边人说话就出话了。也是竖屏手机嘛。对对对，行行，好，行行，那我就跟着您走，行吗？因为我也是看完好长时间，有好多事儿都模糊。对对对，要怎么演咱就怎么演。好，骑马是吧？还得劈马头是不是？啊，好。哎哎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哎，哎，还能亮？你等会儿，哎哎，等会儿，不是你这什么呀？这不道具吗？什么道具？就是我不纣王吗？我得有个武器啊，我是个将领啊，我不能赤手空拳跟人干仗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给我来一个，你没有？那凭什么没有？得有攻城战嘛，得有。你没有？我不能就披一个盔甲，让我骑着小马我就去了，不可能。你给我来，我玩玩这个。你再找一个。你等，我就这一个。你得给我一武器啊，骑着马去攻城去，哪能不带武器啊？屎不拉几。我怎么了又？一看，疯了，骑马千军万马去攻城，我就拿一萝卜刀。你主要负责近战呀、啊？近战也不对呀、啊，人家骑马，人家拿武器都在这抡，我拿一萝卜干嘛？我捅人家就这么着啊？这玩意合理吗？这东西啊？不是，到时候把你这给劈长了不就完了吗？不行，这太小了，这个我就演戏我都没有感觉这东西。咱俩这比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我干嘛？我当飞刀出去？我，你是刺客，你背刺人家？没听说，我骑着马，我刺人就不就五羊殿，五羊殿给我来！不，你太小了，你起码大点啊！你行，我再给拿一个不完了吗？你到底带了多少东西你？你确实不讲理嘛！哪有上阵拿一萝卜刀，我就这么捅人，我捅得着吗？我拿，我就要你手上那得了。您这是不是配套的？你告诉我，你直接给我来个面团得，我直接来刀削面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就这玩意儿，这是骑马，我怎么拿呀？这俩东西救活救活嘛，要不就要一个。不行啊，我这还得当飞刀飞出去呢。好吧，好，就拿这还大一点。好吧，骑马是吧？上马，上马啊！往前点，那你看我，你看我这个标准好屁。跪好了，对，哎，对溜对溜，来啊！算我跪不住。大家伙儿，那手机都有电量吧？把充电宝都借足了啊！哎，来啊！太水了，这玩意儿。三二一，开始！啊啊，驾！吁！下马！下马！报名！想当三级演员的曹鹤阳。谁问这话了？报名吗？不是报哪名啊？报我自己呀、啊！咱都盗版了，我不得让人记住我是曹阳。那不行，字幕给你出了呀。
那我说什么呀？戏里边词儿啊。戏里什么词儿来着？苏护之子苏全孝。哦，对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啊。行行，来来，哎，你这马挺累呀、啊，骑着。废话，骑马能不累吗？行好，驾。吁，下马。保命。苏护之子苏全孝。哼，你父苏护与冀州而返，你劝劝吧。苏护狗贼，你给我下来，我整不死你，我干死你，给我下来啊，下来啊，那我飞刀呢，我飞刀呢。好了，你有点嚣张了，你有点，你跟你爸爸张嘴闭嘴狗贼呀、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在家也是狗贼，给我下碗面条呗。不是，我这会儿不是您这头的吗？那不行啊，让你劝劝你，这叫扒拉事儿，你叫挑衅，你瞎了，人真瞎了咋整啊？这边就咱俩，这不都是工作人员吗？那不行啊，那我怎么温和一点，温和一点，就生活化一点呗。对、啊、行，你劝劝吧，别吵吵了，还要整死你，你别抵抗了，你要再抵抗我三级演员我都评不上了，下来吧，事儿差不多了，平了啊。妈，你说话呀，劝的吗？你这么劝呀？啊，这是两军阵前啊，不是你们家炕头。不是，那温和一点，不说别吵吵了，你也是差不多歇，不都这么劝的吗？撞车了。说戏词儿啊，戏词儿什么呀？父亲降了吧？你告诉我，都说了，你不看过吗？我看过这么长时间，我都忘了。不是，行行好，你告诉我就说这句是吧？来来来来来，你劝劝吧。你确定我要说这句吗？多新鲜呀！演戏真听真看真感受。父亲，我就知道是这种结果。行，演员。可以理解了、啊、跪跪下跪下，父亲降了吧，父亲降了吧，父亲降了吧，大王啊，我整不动他们呀，我也整不过他们呀，我明白了，我离家八年，他们可能认不出我来了。哎，那些人不配做你的父亲。哪些人？哪些？那个，一个啊，就一个啊。我还得往那边看啊。哎呦，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，我是你的父亲。说话呀，说话呀，赖赖我赖我赖我，突如其来的这个幸福感我有点不好意思。对，你怎么回事，你一个演员你怎么回事？曹老师赖我，演员都有笑声，就专业一点好吗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。都是一个组的，怎么能喊退票呢？你专业一点啊，咱都专业一点，现场工作人员安静，人家都专业，就你不专业。现在那些人，那个人不配做你的父亲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是我勇敢的儿子，你是我烧饼最勇敢的儿子。诚心是不是？就是诚心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占我便宜玩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你这样的吗？人戏里边原里边那个剧情啊，就是这词儿啊，我一点杜撰没有啊，一点都没有。纣王也吃烧饼，是这意思吧？我一点。人戏里有烧饼这词吗？人家原词就这么来的。你甭来这套，都是说相声的，谁不明白你什么意思？哦，借这机会就占我便宜，就玩我，是不是？我没有那意思，代表作嘛，曹老师，给您一个也没得说了是吧？就那个什么，这戏拍不拍吧？拍，肯定得拍呀！大家这都拍的一半素材了。好，行，拍是吧？拍这样，为了加深记忆，咱俩换换。咱演员得敬业，互相熟悉对方的台词，为了拍出来更好看，咱俩换换。那我来纣王，你来苏全孝，换不换？那不是，
怎么不行？不行，你看，哎，都同意是吧？啊，来来来，不是你们的素材手机内存又该满了。甭废话，甭说那个，换不换？不换我走了，不玩了啊！别，换必须换，给我。哎哎呀，哎哎，它不能亮，这咋亮啊？这个？哦，还有声呢，这个，哎呦，还能变色了，哎呦，这个太有气势了。行，我先关了啊，先关了，看了，过去，快点过去，上马，来，快点，哎，这才有气势，是攻城战嘛，这不是？来，什么意思啊？萝卜刀吗？萝卜剑吗？不是。刚才我右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也没问我呀。这还比这长一块儿，而且玩起来的它比较丝滑。无所谓，这都不重要了。来，上马去，算我吃亏，算我倒霉，好不好？来，上马。你不怕卡裆啊你？我没有，我这么骑痛快，哎啊，好的，预备，驾！哎！我现在照着这凳子这踢一脚，是不是就卡上裆了？对不对？这马往哪儿骑呢？这马老瞎跑。你不知道咱是竖屏电影，你都出屏幕了，都出画了。这马瞎跑，你甭废话，就原地啊，你别想着跑。啊，出来，上马，哎，认真点。预备啊！你这马不好骑，你甭废话，你这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来啊，预备，驾！下马。报名，苏护之子苏全孝，多痛快！行了，回家吧，咱都。行，来，别走，来，把纣王嘎了，狐狸还没出来呢，你那祥瑞都没出来，先把纣王弄死了，像话吗？你能不能好好演？干嘛？起，驾，下马，报名。苏护之子苏全孝，你父苏护几期谋反，你劝劝吧。三舅，别打了。二姨老，也别上来了。哎呦，三姑，把条子放下吧。七舅老爷，哎呦，拿撮子干什么呀？行了，整个城楼上一个直系亲属都没有，全是村里的街坊辈儿，对不对？干嘛呢？三舅、七舅、老爷全出来了，你爹呢？在那儿呢吗？不是，喊呢，你得劝他呀。你替我劝他呀？我凭什么替你劝？你劝就得说刚才我那句词儿，知道吗？父亲降了吧，就这句必须说。你见过上千人的剧组暴动吗？见过上千人的剧组打主演的吗？啊，不对，打导演的吗？你别老挑唆，你甭挑唆，能不能演？能。上马，预备，下马。好，骑着马太累了，直接开始。报名。苏护之子苏全孝，你父苏护举旗谋反，你劝劝他吧。对，我怎么说的你怎么说，赶紧的，准备啊，都录好了。父亲，哎呦，我太痛快了，哎呦，降了吧。父亲，降了吧。父亲，下路吧。大王啊，我离家八年了，
他们认不出我来了，可算到我了。哼，他们不配做你的父亲。那谁配做你的父亲？你配做我的父亲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你接这句不对，不是儿子，儿子啊，儿子啊，我哎呀，父亲啊。不演了，又为占我便宜来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有你这样的吗？咱们是为了艺术打造竖屏电影的新篇章。你这玩意儿哪有艺术啊？除了占我便宜，占我便宜什么乱七八糟？没占你不演了，我真不演了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你这样的。什么这什么？把您的宝剑捡起来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宝剑插腰间，宝剑冒火焰，宝剑太耀眼，你怎么能变？我真的不演了。你别不演！你这样的话，我除了吃亏，我没有别的。我演起来我没有气情。那也这怎么着？这把就这么着了，下把让你演我爹，行不行？行，不行，你爹这场戏完就让人弄死了。那你演我叔呢？你叔比干，比干心都让人掏出来了。那你说你演谁？确定让我演吗？就你别，因为台上不能我一人演，谁都占不着票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只有一个角色能占便宜，就是纣王，我来纣王，行吗？大伙儿，我来纣王。你演什么我定。你演我演谁？我演。你来妲己。就这么着，妲己肯定没法翻身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无所谓，这不行不行，就这么着来。哎呦呦，我来纣王，你来妲己。曹老师，我为了您的艺术，你甭废话。为了您的身体，嗯，我得劝你两句。你不用身，你就给我演这个祥瑞，你就演好这。不不不，曹老师，您可别忘了。忘什么？人家那妲己，人都知道那电影里边有这么一片段。什么？就是纣王哪儿受伤了啊？这儿拉一口啊，妲己腰壶啊，扒一舔，伤口就愈合了。是有这剧情？你说拍到这儿，我舔你，哎呦，你不禁舔，曹老师，你不禁舔。甭管这个戏可以打码，可以过去，我就必须演，你就来妲己，你说演不到那块不好看。不，没事，甭管，这轱辘可以。大王，给我走开。你现在别给我来，一会儿咱进剧情，你给我过去，快！不是好，就从这儿开始，来，好，行，来，你给我演，准备。你们家妲己是二溜子啊？干嘛呢？这么就出来了？女气一点，媚气一点，下包，呲着牙。你是不是就爱这款有二头肌，然后有假牙的女人？咱能正常一点，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来啊！你是从哪儿刚蹦完迪出来吗？不是腰壶那大尾巴吗？不得晃悠吗？哪有尾巴？你这哦，后期可以 P。对啊，对，好，来啊！嗯啊，美人，都说你是腰壶，你怎么会是腰壶呢？你是祥瑞呀！来，美人，到姑的身边来。到姑的身边来，到我这身边来，过来！等，你这苏妲己，不是哮天犬？我去你的吧！下面请您欣赏父子英雄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有一个女的喊于老师好帅啊，什么眼神啊？嗯，好，可以了。这是说明于老师今天晚上花钱了啊。都是雇的。哎，谢谢各位吧，来就来了，还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是不合适啊。以后千万别买这个鲜花之类的东西啊。你还要来晚的，你看。哎，这也不好拿啊，花儿还容易坏啊。那有一种东西叫转账，没听说。行了，还不知足呢，您这。谢谢谢谢啊。嗯，
今天这个演出有一个名词。什么名词？哎，因为今天晚上德云社同时在六个城市有大型的商演。哦，哎，这是北京。哦，这是一站。哎，这是我从艺30周年一个系列的演出。这可不容易啊，这个，嗯，好感慨啊。是，干这行干了30年了。哦，30年啊，30年了，真不错。其实呢，这个还不是特别准确。怎么呢？啊，从艺30周年怎么算呢？是从我干专业正经指的这行吃那年算。哦，那年是我16岁，1989年，全总文工团说唱团进团了。从那年开始算到今年，嗯，30年啊，之前还没算。我学艺是从7岁学艺。哦，如果从学艺那年算到今年是39年。你看看，显得岁数太大了，我不能说那个。嗨，那这学艺就不算，学艺不算。嗯，从卖艺开始算。哎，说的也对，30年。嗯，其实谦儿哥也卖了不少年啊。啊，我也挣了不少钱。哎，那个最早的时候，演出方说您这个应该叫郭德纲从艺30周年全球巡演。是啊，我说你不能这么叫。不，哪儿都去吗？全球，啊，哪儿都去啊，国内各大城市都有啊。对，还全球外面。7月份是日本。对啊，9月份是美国和加拿大。哦，11月份是欧洲各国。对，一直到12月初迪拜转回来。哎，我说但是世界上还好多地方咱们都没去到呢。那也太，时间太长，不能叫全球。就因为这个，那要叫全球你必须细致啊。是吗？哎，必须细致，打长春街一站、宣武门一站、和平门一站，然后这你说那是地铁环线，你说那，就说那个才叫一站一站的，是吗？啊，很感慨哦，一晃干这行干了好几10年了，是没有什么作为，也没有什么成绩。您太客气了，我这些年就干了2件事情。哪2件事啊？第一，努力的让观众快乐，啊，这是应该的。嗯。第二，让同行们团结啊。谢谢，这是歪打正着。我努力。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嗯，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困不一般。嗯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哦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嗯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嚯，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嗯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好。说这几句话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也是这个玩意儿。嗨，为什么要说这几句话？嗯，我这是感慨命运。哦，还感慨命运？人生啊，万般皆由命，嗯，半点不由人，都是命吗？都是，我就是说相声的命啊。是吗？真的啊，你别不相信啊。哦，我40岁之前，我什么都不相信。是我40岁之后，我才劝自己，嗯，人要尽量的去相信很多东西，啊，信命了。人对宇宙的感知是5%，啊，没认识多少。很多的事情我们并不熟悉，嗯，不能说你没看见就叫没有，嗯 ，WiFi 你也没看见，你瞧，声音你也没看见，嗯，秦始皇你也没看见，哦，你能说没有吗？是，不能说你眼见的才有，这个不科学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命运左右一切，还左右一切。你看啊，啊，桌子上放着2碗饭，米饭，这碗饭让人吃了，嗯，吃完消化完了，排在厕所里边，嗨，这就是这碗饭的命。哦，那碗饭搁那儿搁着没动，哦，这就是它的运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运气很好，它没被吃。嗯，对了，当然之后招苍蝇长毛，再扔到厕所里边，哎，还是你的命。嗨。啊，人不要跟命去争，争也没用，都奔厕所了啊。嗯，尤其到了我跟谦儿哥这个岁数了啊，尤其于老师比我还大，大好几岁呢，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。对，到眉毛了，您这埋过了，这个到哪儿？土埋半截儿啊，土埋多半截儿，反正这差不多，土埋半截儿人啊，人是倒着埋的。哎，好嘛，
没听说过。到这岁数了，好好说相声，嗯，尽量干点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啊，我们也是好交朋友。嗯，最近国际上很多事情，把我也忙得够快啊。不是国际上的事儿，您还管啊？国际上我净忙着给人捐个款啊什么的，都干。哎呦，啊，您这慈善事业呀，这是？前些日子啊，法国巴黎，嗯，那老娘娘庙着火了。嗨，啊，什么老娘娘庙啊？那你看你不看新闻呐？哎呀，巴黎娘娘庙。行了行了。都知道了，您就别在老娘娘庙了。哎呀，我一看坏了，怎么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？没听说过。哎，法国人拴娃娃也得上妙峰山，你这个有那个本地的出不来的，那个，不用，您就说那着火了怎么了？着火捐款呢，这您也管啊？我给巴黎娘娘庙捐一八百。给了八百，那当然了呀，不少，热心肠啊。好啊，没两天，嗯，泰国那皇上上岗，上岗干嘛？泰国有一皇上，知道登基呀，啊，啊，登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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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，啊？哪有这么一歌啊？你我一查资料，啊，好，这皇上66了，是66，不是60就退休吗？他人泰国没有这规矩，是吧？啊，你看这玩意儿，他花了10亿泰铢买的这个登基大典买。哎，我也买着，啊，不是，你是我要当皇上，你就是娘娘。哎，不，你说这个，提这干嘛呀？你这泰国皇上登基花了10亿，就办这趟事儿。10亿泰铢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10亿泰铢，列位乡亲们 啊，怎么算？10亿泰铢，你也不明白吧？是啊，咱们这么算啊，值多少钱？你就算一个肉夹馍是5泰铢，对，嗨。一碗酸辣汤8泰铢，以你的饭量，仨肉夹馍2碗汤，你算合多少泰铢？我算这干嘛呀？我反正花不少钱。人上泰国那儿有卖胡辣汤的吗？那是他的事儿，那是他的事儿，没有这么算的。泰国没有胡辣汤，你有2碗米饭，一碗被人吃了，一碗嗨，我有点长毛。这又命运了你啊！反正你看泰国皇上登基，我又随了1500，多少钱呢？哎，随了1500，1500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嚯，这个行。没几天，日本那皇上又登基，你知道吧？你瞧，竟是登基的。日本天皇登基啊！啊，他那个大典。哎，老天皇退休，哦，老天皇60了。啊，60，怎么又退休啊？他不退休，那哨子怎么上去？那跟60没关系。好，老天皇退休，嗯，少天爷就上去了。少天爷干嘛？少什么？少天皇。少天皇上去了，啊，咱看资料了啊。是吗？得打他爸爸手里接过3样宝贝。哦，哪三样啊？扇子、手绢、醒目。好家伙！对了，哎呀，啊，他也请银宝带去的嘛？这个，不是这说相声的这我一狠心呐，啊，我随他1000，啊，是同行得多给点啊，嗯，2000，努力和同行搞好关系，当然。给日本多随点倒不是跟同行有关系，那怎么回事啊？你关键咱也没少看人电影。哎，对，您差人一张电影票，这个，嗯，反正一天到晚还挺忙，是吧？但是每次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开心高兴了，尤其身边站着谦儿哥，真的啊，我哎呀就发自肺腑了，那么痛快搭档，就那个形容词，我一看见你我就是吗，啊，哇就热乎乎，嗯，哎，行了，都给你。对，算了，您这感情怎么那么恶心呢？嗯，我们俩这算是发小，那倒是，他是法国人的小孩。对，啊，谁呀，啊？发小啊，发小打小一块长起来，打小一块，这么些年来，嗯，谦儿哥对我这不离不弃啊，那么搭档吗？当年我跟人家没法比，人家家里有钱。怎么又提钱呢？我16岁进北京，我穿的西装都是塑料的，我戴着帽子，地板革的，真防雨。您这身啊，是啊，啊，跟人家怎么比？我怎么了？于老师裤衩都是貂皮的，好家伙，这多捂得慌啊！这，哎呀，啊，撒泡尿40多度，好家伙，太热了，我这个。就人家这么有钱啊，这么一个富家子弟。这么一个败类，不是这么一个啥，什么卖类卖，这不是这怎么就跟我一块说相声？真的，那是应该的。您别，哎呀，我特别特别感谢谦儿哥，我也感谢于老师的家庭。您瞧，您又客气。于氏家庭为中国相声贡献多少素材？
也就是您说的多。嗯嗯，人好多那个观众里边，人家那个道德表演技术家们，这叫什么词儿啊？老指责我，你为什么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父亲？哦，为什么要说于谦的媳妇儿？嗯，指责的我五体投地，真的。列位，你们以为我站台上说谦的媳妇儿，嗯，我就那么开心吗？对了，你就那么开心，嗯，你都让我看出来了，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？废话，我还得忍着点啊，打心眼里头。关键这玩意儿是假的呀，可不是假的吗？你这个你就别抬杠，我们说谁呀？啊啊，我们只能说自己人，我们不能说观众啊，不能说吗？对不对啊？观众，你看那边坐那谁谁，他太太如何如何，哦，不像话，人家呢都是假的啊。叫我这是真的是吗？不是，我们说这个有凭有据，你问去。我问谁呢？你看，比如说我老在台上说于谦他爸爸如何如何啊，我真台下见着人家他们老爷子那个，我客气极了。那倒是应该。我瞧他父亲跟瞧见我亲爹没有任何区别。是这样。于谦的父亲，嗯，姓于名谦，嗯，就整个在这个北京城来说呀，多，反正倒是要是往70岁往上，别往下说了。好的，我还好的，你就好像跟挺好说话的似的。嗯，我可好哄了。不是，我叫于谦啊，我爸爸也叫于谦呢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哎哎，不怎么样。哎，你我就知道有这么一问，知道吗？显得逞能啊。就好像我说错了，哎呀，他爸爸跟他能一个疯了。你叫于谦，你爸爸也能叫于谦吗？不是，这谁说的呀？这是，啊，我要郑重其事的说一声啊，是他叫于谦，他爸爸叫于谦，但是，啊，怎么着，不是一个谦，那也不行，不是一个谦，也没有这么起名字的。他爸爸那是千万的谦，哪个谦也不行，因为他爸爸当年是做买卖，哪儿都去，国外也去，啊，写别的名字不好叫，就得了，哦，也千万的谦省事儿。就图省事儿。那会儿你爸爸国外做生意时候，好多那人不喊你爸爸叫英文名字吗？还有英文名字？他爸爸英文名字，啊，尼奥。尼奥，你多数外国人见你爸爸，尼奥，啊，尼奥，尼奥，谁这么说呀？这尼奥，尼奥，没听说过，啊，没有这名字。反正在我心中，你父亲就是天下最好的老爷子。啊，反正人是不错呀。他爸爸信佛呀。啊，他就对胸口这老挂着一袋铁观音。哎啊，我爸爸信佛，这挂袋茶叶干嘛呀？哎呀，老炮这就是，嗯嗯嗯，不是这什么意思？这很虔诚，是这是挂茶叶有虔诚，很虔诚啊。我们方圆附近的孩子们没有跟你爸不好的，是吗？谁心里有点什么别扭事儿，老头去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都解开，就给你劝开。哦，我们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。对，叫什么乱七八糟？你问去，知心姐姐于大爷都认识。哎呀呵，男的女的呀？这是很厉害呀！啊，你要认识这个老头，你一定会爱上他的。反正是挺好。你上家去，我每次去我都得乐半天。怎么了？七八十岁的人坐那儿，嗯，抱个大机器猫，抱一机器猫，就是那个毛绒玩具，那蓝色的那机器猫，哦哦哦，就可爱之极呀，啊，是吗？坐在那儿，哎呦，大爷就喜欢这个吗？嗯，啊，是爱这个呀，这是这叫多来 A 片儿啊，爱这个，嗯，少来正经的是吗？你不看那个动画片吗？动画片里有 A 片儿吗？那个猫叫多拉 A 梦啊，那个。啊，你要的后代什么呀？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说好几年 A 片了，没听说过。反正老头就没事就抱着这么一个啊，这叫童心的，喜欢这个，坐这玩，看看动画片。哎，一会儿撂下活动活动，出去游泳去了。哦，还能锻炼，就人家会活着。嗯，他爸爸游泳去。哦，哎，尤其上爱上河边游泳去。哦，游野泳。冬天也去，冬天去冬泳他也敢。嚯，好些人就爱看他爸爸在岸边，啊，帅呀，啪，这干嘛呀？衣服一脱，哦，后背上啊，从后背往下，嗯，有纹身，老头还纹身，哼，啊，老当益壮，打后背纹到脚后跟啊，什么呀？纹一条带鱼，哼，有纹那玩意儿的吗？这个往水里一跳，活灵活现，啊，是啊，每一回游泳。啊，都让人家拿抄子给捞上来。嗨嗨，哎呀，他离打鱼的远点吧，他这看着就可爱。这打鱼的也是河里有纹带鱼的吗？还在捞，
说这意思吧啊，老头最幸福的啊，最爱跟大伙儿吹嘘的什么呀，就是有个好儿子。哦，这我倒是也不错，钱儿也五十的人了，是那个跟老头列位，嗯，他跟他父亲情同母子。对，什么话，嗯，不是这不情同母子像吗？怎么 情同父子，不他就是父子。情同父子干嘛呀，我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外江梅，您想多了，您想多了。爷俩感情好吗？感情好就说感情好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不管多忙，老头一来电话啊，谦儿你必须来一趟。你叫我干嘛？多忙的活啪全放下。哦，于谦不管多忙，是手底下活放下。哦，提上裤子就走。对，我光着呢。不是，我干嘛提裤子呀？换衣服啊。换衣服干嘛？单换裤子？那就是口头语吗？口头语吗？不管多忙，你口头语提裤子就走啊？你干嘛去了？你这是？是于老师提裤子就走啊？哎，到家一瞧，他爸爸，嗯，抱着这多了，哎，梦梦多了，哎梦，哎，这儿来了，嗯，我来了，您什么事儿？对，想吃炖肉啊？想吃这个？老小孩儿。那就是门口有的是饭馆啊，家里还有厨师哦，怎么不能给你炖肉？不是味儿，就得吃儿子给炖的肉，习惯了吗？你这玩意儿说实在的啊，谦儿马上啊，哦，包葱包蒜，拍块姜，开始做五花肉，洗吧洗吧，搁这儿切肉，嗯，是孝子啊，切吧。哎，看着老头儿，我给您炖肉啊。那是，哎，您爱吃我就弄。哎，一不留神这刀拉手上，哟，流血了，那还不流血？这个血。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渗入了猪肉。你不要往下说了 啊！我跟猪来滴血认亲是吗？您这太缺德了！您这，我还这血还能渗入猪肉？渗进去了？没有，没有，就滴到猪肉上可以啊。渗进去了啊！谦儿抬头看看他父亲，是。啊，你是谁？哎，嗨，当时就翻脸，合着是这玩意儿啊！我也太能轻信了，我这个爷儿俩，你看我，嗯，我看你，哈哈哈，乐了，心那么宽呐！你看看，不当回事儿，没往心里去。哎，这人家这个爷儿俩，你得佩服死，知道吗？心里指不定多大疙瘩呢。嗯，不要想着那么窝窝戳戳。谁想的窝戳？就是只要老头高兴，于谦做什么都是愿意的。哦，他爸爸有时候也心血来潮，干嘛呀？我要写毛笔字儿。哦，他会书法。打电话，你来写毛笔字儿。谦，嗯，赶紧提上裤就去。我怎么又提裤？我老拖着这裤子，还是就紧一下吗？我干嘛弄那么松啊？我到那儿，你看，你啊，对啊，嗯，那谁知道去啊？啊。到那儿，老头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准备什么？这么大的毛笔，嚯，干嘛那么长？前面是海绵头，哦，拎个桶蘸着水，嗯，在街上写。哦，我知道有这么干的，这叫地书。是是是，哎，谦儿也不爱，不爱也得跟着去，让他写呀。老头领着到广场。哦，哎，桶放下，他爸爸先把外套脱了，是先游一圈是怎么着？省得水弄身上啊。干嘛弄那么些水呀，啊？爷俩一人拿杆笔啊，写什么？商量吗？谦儿说：“听您的吧，您出主意。”滚滚长江东逝水，嚯，这是浪花淘尽英雄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边的，可以吗？啊，谦儿说：“那我听您的。”哦，一气儿写不完，太长了。咱们每天写俩字儿，就练嘛。今天先从“滚滚”开始写，好不好？哦，先写这俩。爷俩低头在广场上。滚滚滚，写了半天啊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好家伙，干嘛来了？哎哎哎，你们俩这儿骂谁呢？哎嗨，啊，骂街像话。不管谁干预，哦，谦儿这份心在这儿了，哦，就陪着老头，让老头高兴。啊，老头，哎，书法练两天，老头腻了，哦，我要变戏法。你这还有这兴趣？你这老头他就这样吗？老小孩吗？啊，变戏法，这我也陪着吗？国外叫魔术，中国叫戏法啊，古彩的爷俩练吧。哦，这也练，因为魔术、杂技跟曲艺我们离着近，那都是亲戚关系啊。好家伙，爷俩在屋里对着练，怎么还对着？看谁变得好。嚯，外套一脱，嗯，爷俩一人一大裤衩，
哦，请请，干嘛呀？谦儿一伸手，啪，这是变出一杆铅笔来。老头一伸手，嘿，钢笔。你再看谦儿，嘿，胡萝卜。老头啊，黄瓜。你先等一会儿，行行，谦儿，看我这土豆。哎，不行，人家古彩戏法可都穿一大袍子啊，我们就穿一裤衩变出这么些东西来。我们藏哪儿了？我们这些东西？哼，你先别想，后边还有什么？还有冬瓜、榴莲，就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对，很好。这是喜欢变戏法吗？嗯嗯嗯嗯啊，挺好，挺看。老头很高兴，哦，谦儿也很高兴，是吗？提提裤子走了，哎。习惯动作了，我这高兴。老头又来了，怎么这回干嘛？我要玩耍狮子，耍狮子，逢年过节耍狮子啊！买张狮子皮，爷俩套上，好什么都有。前面拿脑袋，后边摇晃尾巴啊！反正只要是他父亲说得出来的啊，于谦就做得到。这叫孝顺吗？真是孝顺 啊， 啊！百善孝当先，没错，这很重要。哦，尤其老头这一辈子不容易，到晚年需要这样的安慰，你让他安享晚年吧。啊，是啊，他爸爸年轻那会儿也是挺辛苦的，是走南闯北，包括做生意都做到国外去了，或跨国了。他爸爸那会儿在印度，啊，印度做生意。印度干什么？年轻那会儿18岁，他父亲上印度，哦，卖手指。卖手指哪儿不能卖？上印度干嘛？哎呀，啊，赔的呀。怎么没赔死呢你、嗯、他哪厕所门口都比上那儿强啊、嗯、印度卖3年，嚯、哦、一张都没卖出去。印度人不擦屁股是吗？啊，哎，不拿纸擦呀。哎，好，他爸爸赔的没辙了啊，把肾都卖了一个。那不是为卖手指去的啊，就为卖肾去的。那是卖肾，后来又接着又做买卖，还做上印度卖筷子啊。你这卖这玩意儿，终于把那个肾也卖了。那是你上吃手抓饭的地方卖筷子去，你看这玩意儿、嗯、踏实了，俩肾也没了，得了，这才回国。哦，回国踏踏实实娶媳妇过日子。那还娶什么媳妇啊？那肾都卖了，你还娶媳妇？那这不是仗着门口有个卖猪肉的关系不错吗？我说的，这才跟猪肉挂上钩。不是，不。那都不，你不要瞎说啊。我谁瞎说、啊？不要瞎说，我是说你这个善良，这个厚道劲儿，这跟他们血缘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他爸爸就想一出是一出啊啊！他不吃炖肉了，说改就改，肉都炖上了啊！他爸爸不吃炖肉了，你要干嘛？吃火锅，你知道吧？行、啊，谦儿马上走，咱去，这就去啊！门口重庆火锅，辣火锅，哎，吃点牛肉吧。一进门啊，嗯，为什么要吃点牛肉？废话。啊，一进门人服务员问：“哦，爷俩吃火锅啊？啊，您看点一下，要什么辣度的？”对呀、啊，这墙上写着呢。哦，老头看啊，是，微辣是，小辣嗯，中辣，大辣呵，特辣嗯，焗开这，你说的就是状态了，那就不是、嗯、啊。你爸爸看着最后这嗯，有点不好意思。哎，对。服务员，干嘛？有比这个还厉害的？就别挑了，你干嘛想起变戏法来了？是怎么着？你这，服务员也没明白啊。大爷，这个焗开就是一个形容啊，就是没有人敢吃那种。您要什么样的？嗯。大爷看半天，嗯。有没有怒放的？对，嗨，别挑了，就差不多了。他其实吃不了辣，吃不了辣，点这玩意儿要强啊！吃吧，来小辣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小辣吃完，啊，就闹肚子。你看这不习惯，当时就腹泻啊。这个儿子，你得走，你走吧。怎么着？上看大夫去。哦，上医院啊？也不用上医院。那在哪儿？门口楼下就有一个中医。哦，看中医啊，有一祖传的老中医，让给开点药。哦，这老中医呢，也是在、哎、干这行，就是为了玩儿，啊，干中医是为了玩儿。我人家确实手艺是没问题啊，也不完全指着这个，是叫街坊四邻呢，又来看看，就给你开个方子。哦，哎，而且人家，这算是
第二产业吧。哦，人家专业是卖猪肉的。怎么全碰上卖猪肉的了？哎，一进门啊，老中医站起来，是看看你爸爸。哦，这中医大夫脸上还有点不好意思。嗯，一回头看于谦，哎呦呵，满脸慈祥啊。你让他坐下吧，别看我了啊。给你爸爸号脉啊，告诉你爸爸张嘴。哦，看看轮胎。对，看看轮胎、啊、那叫什么？看看舌胎。看看舌胎。嗯啊、哦、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啊、这四门前三样我可都不会啊，我给你切了吧。对，什么叫切了？哪儿就切了？你告诉我为什么腹泻。嗯，哎呀，吃火锅吃的。对，太辣。这就赶紧开方子。嗯，哎，写着什么方子？别吃火锅了。对，这是方子吗？这是老中医开的吗？这个好，你这玩意儿这就踏实了。可不是踏实了吗？那就爷俩一回家啊，高兴。嗯，老头很感慨。是吗？儿子啊，嗯，哎，你冲那边叫去行吗？你别说这么直，我说，儿子，哎，回头的，你看，事没事，没完了，您这、啊，我有你这个儿子，我很开心呐。啊，说我，渐渐答应我，没有任何一点事情跟爸爸对着干的。那倒是，我觉得很幸福。哦，亲儿子也不过如此。对，这是厚的呀。不是，你做得非常的好。好就完了吗？我也这个岁数了。嗯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你能不能做到？您就说吧。我很想去周游世界，到外面看一看。哎呦，这还想出国？哼啊，老头，这个我后来听说了，我都挑大拇哥。怎么呢？我跟您各位说，我其实打年轻那玩意儿，我就想，嗯，我就想把房子卖了，周游世界。但是后来房东不愿意。对，废话，你把别人房子卖了周游世界，打消了我的积极性。什么积极性啊？你尤其他爸爸这个岁数啊，想出去看一看，我觉得这个太对啊，老年人应该这样。签儿也做得非常好。是吗？马上着手准备，这就说去就去，该办签证办签证，嚯，该办机票该去买啊，还特意给他爸爸办了一个这个嗯怎样吃西餐培训班。哦，这也要学。哼，你到国外你吃西餐让人笑话呀。对，不会不成，对不对？嗯，到那儿爷俩填表、嗯、姓名于谦，姓名于谦啊，俩字儿不一样。哎，我还替他褶儿说呢、啊、填表，然后抽血、嗯、化验、啊、体检。嗯，人家特意问，嗯，还做一个亲子鉴定吗？你贫不贫这大夫、啊、他爸爸，嗯，坚决不做。不，那是啊，咱交学交学费呗、啊、学怎么吃西餐。哦，填表交费，最后这个吃西餐的专家来了。是吗、啊、专家很忙，抱着大皮包啊、哦、拿着刀拿着叉子啊。嗯，大家要记住啊，啊，吃西餐最重要一点什么？别拉嘴啊。废话，我用你教啊。好，结业了。好，散。嗯，蒙事来了。这位不管怎么说，爷俩踏实学过了，学过怎么吃西餐了，这就叫学过了。准备好了，接下来要考虑去哪一个国家去旅游。哎，得先去哪儿啊？于谦说咱们去澳洲。哦，澳大利亚。去海边看一看海龟。哦，玳瑁。嗯，王八，鳖。我们认祖去了是怎么着？你单看这玩意儿干嘛？那么些好东西。这话说完了，他爸爸半天没动过啊。啊，五分钟才抬头。是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？哎呀，嗨，这就不要想多了。这个不去，不去澳大利亚。最后商量上非洲。哦，上非洲。哎，看动物大搬家迁徙，打那个叫什么地儿，坦桑尼亚。是啊，打坦桑尼亚这些动物搬到肯尼亚。对，3000公里。是什么羚羊啊？是斑马呀、啊？啊，哎，都这些动物们。角马，角马。对，呵，这太棒了，有这个老头也开心。是卖票去那儿，坦桑尼亚。我就喜欢这个。好家伙，嗯，爷俩真有一个去非洲的样子。是吗？遮阳帽，大墨镜，大背心，裤衩，嗯，穿着很松快的旅游鞋。你就出门吗？走走，奔机场。好，坐在车上，他爸爸指着窗户外边。什么？瑞雪兆丰年呢、啊、冬天呢，我们这背心裤衩的，这还没出国就得冻死啊。这个忘了问了啊，这还用问吗？人家这动物大搬家每年啊七八九三个月份啊，北京这会儿啊已经刚过了圣诞了，好的、啊、正冷的时候，但是已经买了票了，必须得去。哦，到机场走。什么？列位，嗯，过安检的时候，于谦他爸爸可露脸了。
有什么呀？前面有一个老头头一回啊坐飞机，第一回出门，过安检不配合。怎么不配合？人家工作人员，大爷，您这外套得脱呀！啊，这是帽子得摘呀！哎，对，大棉鞋也得脱呀！没错，您，我们不是刁难您，是眼睁这就是您，您看这位大爷啊，你看他又脱个一丝不挂呀，光着了，这也过于配合了。这个他爸爸很配合 啊，脱了一丝不挂。哎，行，别抖搂了，嘚瑟什么呀？跟着来八个警察给他爸穿好了啊，送上飞机，啊，那叫押送，送上飞机，嗯，头等舱，有钱啊，头等舱，爷儿俩坐好了，舒服。老头坐下，于谦上厕所，哦，上厕所方便完了，一摁水，轰，就冲了。于谦一出来，他爸爸跟空姐正打架呢。哟，怎么打起来了？给我炒个鱼香肉丝。嗨，空姐说：“大爷，飞机上不能开火。”对，少来这套。怎么呢？刚才我还听见呛锅呢。什么声啊？那是呛锅吗？那哎呀，就这一路上啊啊，历经了9-18难，好家伙，终于到坦桑尼亚了。这取经去了，这是四个导游迎接你们爷俩，有势力啊。这四个导游戴着狗皮帽子，啊，棉衣棉裤，披着军大衣，棉手套，大皮闷子，啊，当地也那么冷啊。哎呀，欢迎两位啊。哎呵，百年不遇啊，啊，非洲-47°C，好家伙，为我们俩都变天了。欢迎两位。嗯，爷俩傻了。嗯，我们要看动物。还看动物呢？我们要看动物啊，看动物怎么办？这四个导游啊啊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出点钱呐，啊，我们给你们买一张机票啊，飞北京落地奔西直门，那儿有一动物园，是吧？我用你给我出主意啊？怎么就打那儿来的？不行，最后在这儿看动物。啊，对了。花了钱了呀。是啊，四个导游商了半天有什么主意啊。要想看呢，这儿附近倒是有几个光棍的路。什么叫光棍路？路是公路啊，去年啊搬家的时候把他们落下了，哦，没走了。哎，这几个路挺可怜。是吗？媳妇孩子呀都到肯尼亚了，好家伙，没跟上。哎呀，就剩这几个老光棍的路了，在这忍着呢，天天在这儿。你们要想看看看他们也行啊，但是野生动物需要保护，我们不打，你们过去他们害怕。那怎么办？我们这儿有一张母鹿的皮。我要这皮干嘛呀？爷俩披上，披上，哎，看看凑合到跟前行不行。哦，爷俩高兴了。嗯，我们有耍狮子这个底蕴呢，用到这儿了。这个你以为我说那个白说呀？嘿，好，您这还有伏笔。嘿，母鹿的皮配上，爷儿俩配上。呵，他爸爸在前边，哦，谦儿在后边。哎哎，大小还差不太多啊，往那草地里边蹭呗啊，找那公路去。哎，爷儿俩扛起来一些，扛起来一些，扛起来一些，没有家伙点儿了，这是啊，走呗。嗯，走到那儿没十分钟，怎么样？这几个老光棍鹿就来了啊，找来了。好家伙，宿了一年了，嚯！你想都跑了呀？那是啊，就剩他们又闹天儿啊！这几个鹿眼珠子是红的，那是。哎呀，獠牙都出来了，好嘛！哎，几个鹿看见这母鹿，这是母鹿吗？这个几个公鹿都站起来了，耶！我看这几个光棍鹿还击掌呢，合着太开心了啊！哦，直接就过来了啊！爷俩跟这儿正撅着呢啊，就别提这撅着了。正撅着呢啊！耍狮子那功底吗？这是啊，那是啊。嗯，谦儿跟他爸爸说：“嗯，行吗？什么行吗？老头儿挺好，您闻闻这甘草这味儿。哦，这么近距离跟鹿接触，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。哦，老头儿高兴啊，很开心。儿子，你是个孝子。好，谦儿在后头。怎么了？我这个干嘛呀？”这他们有点太愣。哎嗨，怎么了？这你怎么有个鹿要往身上趴呀？嚯，啊，这怎么了意思？干老头说你坚持，你坚持，还坚持呢，啊，你坚持。那个爸爸已经开始吃草了，啊，哎呀呵，你忍着点啊。这没听说过。谦儿说我忍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一推他爸爸扭头就跑。啊，赶紧跑吧。一边跑于谦还说呢，我说什么呀？鹿可没意思啊，哪怕是野猪也好啊。干嘛野猪啊？多少沾点亲戚啊。我去。这世界很酷。